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米迪斯艾利克咪咪设计联盟，我是阿哲。今天我们要来实况一款 RPG 手机游戏，名字叫做 Innotia 4，中文是艾诺迪亚四。其实它全名叫做 The Chronicles of Innotia 还是 Innotia 随便了 ，Innotia Assassin of Berkel 随便，反正就是这边啦，这边写的字。然后中文全名叫做艾诺迪亚四。贝勒赛刺杀者，他之前有出一二三集，然后每一集都有不同的故事，然后每一集都是就网络上都很大受好评的，我们班很多同学都在玩，于是我就下载了玩玩看吧，我们就直接开始吧，然后这边是反正就是存档的地方，好，然后有六个职业。第一个是黑暗骑士，原本是高贵的骑士，在接受了黑暗的力量之后，得到了超越人类的极限力量，在黑暗对黑暗军团教团有着极深的信念，是黑暗教团最虔诚的信徒，也是主要战力。这个是忍者，艾诺迪亚大陆最神秘的暗杀者，在古老的暗杀者军团内部。通过重重考验脱颖而出的顶尖杀手，个人作战能力极强，一对的战斗中罕逢敌手，好像都很强耶。黑魔岛嘛，被强大的黑暗魔法吸引，自愿加入黑暗教团的魔法师，领悟了黑暗元素的真谛，发挥出惊人的威力。黑暗魔法比艾诺迪亚大陆上的任何魔法都更具破坏力。这个是狂战士。艾诺迪亚大陆北部高山地带生活的蛮族战士，极其渴望强大力量的好战分子，为了满足自己的战斗欲望，不停地挑战更强大的对手，甚至不惜加入黑暗教团。这个是暗影猎手，这个远离人类部落居住在森林深处的狩猎者，身手敏捷，警惕性高，是最出色的侦察员。黑暗教团通常会透过与其接触来获取更多有用的资讯。这个是祭司，原本供奉光明神的神圣祭司，被黑暗神所迷惑，逐步走向黑暗。歪曲的信仰使原本祥和的神圣之力变得极具破坏力。好像真的都很强啊，我选哪一个啊？大家看到这个地方，这个其实不太了解这是什么 ，STR 什么什么的，看哪一个最高，应该都差不多啦。我们就选第一个好了。对啊，也感觉，这好像也，好了，黑暗骑士啊，管他，开始吧。我相信，你相信什么？你的话语、表情、动作，那些都是真心的。现在就让我来救你吧，我深信。你一定可以终结这不断延续的命运的枷锁的。是主角吧？还挺帅的。难道是在做梦？既然在执行教团任务的时候睡着了，看来我还得多多练练啊。不过总觉得有什么事即将发生。凯恩大人，黑暗教团士兵，所以他的名字叫凯恩。佐拉德队长有事找您。佐拉德大人吗？是的，佐拉德大人要您到东面的影子丛林里去找他。影子丛林，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去。请在方向键，就这个嘛。然后左侧的宝，就是可以随时存档。小推车，商城。
多，不过好像多少钱呢？有啊，有些要这个应该是那个虚拟的那个钻石吧。然后我现在有5个是吗？所以这应该是打怪就会有那个的，不过看起来都很贵耶。这个多少钱？这个多少钱？还有买，可以买好多东西哦。这个之后再看，我没那么多钱。现在冒险的准备工作已经结束了，请通过右边的入口体验新的世界吧。所以我现在要到新的世界。这个就是黑暗教团士兵。但这个，这应该都是啊。这个人，杂货商人。等一下会怎样？除了没有的，什么都卖，我看看吧。哦，这个恢复药水，我应该没有那么多钱吧？这样我，对，完全没有钱，所以那个不能买。那我们就出去吧。朱阿德大人，你找我？凯恩，你来正好。他的眼睛，看那边。有消息说，那个女人从这个方向逃了，再让她跑回去就没法交差了。这回说什么也得抓住她。遵命。这是贝勒塞士兵。那个家伙就是素有贝勒塞鹰犬之称的格里普顿伯爵。你也听过他的名字吧？我知道。听说那个家伙是教团的死对头。那家伙本来一直住在首都，不过今天为何跑来这边晃悠？对于我们黑暗教团来说，这可是除掉眼中钉的绝好机会啊！所以他们跟那个贝勒塞是敌人吧？看他名字就是贝勒塞刺杀者就知道了。凯恩，终于到你大展身手的时刻了，请下命令，杀掉他。教主大人也对这次行动有很大的兴趣，你可别让我们失望了。一定不负众望。你接着任务可在选单者的任务单中查看。受伤，然后就参考上面写的吧。那么我就到野营地等候你的佳音了。他跑走了。所以黑暗骑士团长卓拉德的命令，刺杀格里伯顿普顿伯爵，听起来蛮强的。你沿着伯爵一伙的踪迹找到并杀死伯爵之后，回到卓拉德处复命吧。所以，右下角动作键，角色会自动攻击。这样，等一下，这个不是 F1 的蝙蝠？为什么？其实还蛮强的样子，要打很久。特殊技能这个，好像很强皮质手套还有3块钱，就是狗哦，打，狼啊，这些都只有 AV1，我应该没有损血吧？这边应该是没东西拿的，那我们就，这是宝箱吗？哦，3块钱，宝箱，好啦，其实有点少，这个，要准备开始打了吗？你这家伙是干什么的？贝勒塞士兵哈，点点点点点，问你话了，你哑巴？哇，好没礼貌哦！点点点，既然不回我的话，那就先带回去再说。一群白痴！哇，这个家伙，抓住他！这个等下。他说，部分技能要一定的冷却时间才能使用，反正先打再说了。损血了，好像损血了。真的，
会损血。可是我的命在哪里啊？左上角有绿色、有蓝色、有紫色，可是我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。绿色应该血量吧？我不知道，反正之后应该就懂了。我突然觉得好像是，好像绿色真的是血量。木质盾牌。为什么狗又跑出来了？它是狼啊，不是狗。木质盾牌，生命之液，这些东西可以拿吗？我们先存档。这是这个有基础盾牌，等级一，强化耐久度3，保持孔数量0，防御0，不，跑率防御12啦。基础常见嘛，好，大家知道。然后这个等级二，生锈的皮质手套，我们可以穿上去吗？手套可以穿吗？可以用滑的吗？好像不行诶。没事。先不要使用啊，可以用的才能按使用啦。那这些先不管它。清澈的泉水。原来清澈泉水有这个用。那我应该晚点用的。打。红色的数字应该是我们损的血吧。所以我们会自动补血的意思咯。看那个绿色，它就是刚已经那个。话说刚不，为什么不直接用大招啊？真奇怪。那我们再打。这些都好没挑战性。哇！好，进去了。这个，这应该就是那个女生，就是那个刚刚说她逃掉的那个。躲在这里应该可以暂时避开帝国士兵的追击吧？快过来吧！请您在此等候片刻，我先去把那些追兵解决掉。我知道了。不过，请你一定要小心，这样的女的到底是谁啊？不用担心我，我会尽快回来找您的。在那里，这是他的士兵。所以他不是那个士兵的。对了，他们士兵本来就要抓到那个女的，可是我们又要杀到那个女的，所以到底是可恶的家伙竟敢如此无礼！这个混蛋！我在你后面，他会瞬移哦，好像有点强哎。那个家伙竟然有能耐，你就来抓我吧！跑走喽，在那边追，一定要抓到那家伙！我的选择真的对吗？要是这个伤害让更多人受到伤害的话，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你掉在地上的道具上方走啊，没看完了。使用打怪掉了魔法药丸，可以使魔法值快速恢复。打。我拿到长剑，为什么狼会有长剑啊？miss。恭喜你升级了，提升属性点和技能点，好。这是提升的意思吗？左侧啦，我按右侧干嘛？请触摸闪烁的加号键，把属性点加到各属性中。这些到底是什么啊？
DX 是什么？这我之后再查啦。反正就这比较少，就加一些好了。然后全部加会不会太浪费？管他，确定是否好了好了。这些好多英文单字哦。反正 DMG 应该是 damage 吧。然后 blah blah blah。好了，随便了。请出我闪烁的技能图示，学习更多的技能。学技能，好多哦。这可以学，这个已经学了啦，黑暗之极。这个，魔力防御，情况出现盾牌搭格挡，武器格挡，回避等效果等，回避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那就防御一下好了。他说条件投入零技能点，需要技能点数一，我们只剩一个技能点了。魔法消耗量嘛，零零零零，好像还挺强的欸，那我们就学习吧。他这个嘞，这个也是防御的啊，所以。这好像没有刚刚那个强，那我们就先学这个，学，好了，然后下面有一大堆东西，这应该是之后再那个的，这是什么？为什么还有一般，还有高，还有什么的？然后 AI 测试到底又是什么？我发现我好多东西都不懂哦，自动反击。不要使用好了。好了好了，随便了，回去回去。大家看到这边有没有一个新的这个，来用一下。这好像是那个防御的。随便了，就等他回复来好了。头上或触摸右下角NPC 进行互动，路障。若被经过的路障给堵住了，好像是贝勒塞斯士兵们放置的。畜牧战斗任务完成，再生药水特大成三，所以我们就完成这个任务了。看来没法悄悄溜进去了，这破玩意儿只能毁了。哇，哼，好像有点容易啊。谁？嗨，贝勒塞走狗团的军。团队们，你们的头领去哪里了？哎呦，很呛哦！什么？你这家伙竟敢侮辱我们教团？吵死了！你们干什么呢？他是嗨，骑士大人，这里有个可疑的家伙，他是派遣骑士啊！这打扮，你是黑暗教团的啊？黑暗教团被诅咒的异教徒。哟，走狗们还有算有点见识。你杀了他，以全人的无神之名审判异教之徒再生药水之后再用。我们先杀这个。哦，牛逼二欸，可是为什么杀一下他就死？这个杀，还是要靠近一点。生命之液，我们靠近一点看。被打了。的确，近一点好像比较那个。怎么可能？骑士团派遣的骑士竟然那么轻易就被……现在该回答我的问题了吧？说，格里普顿伯爵在哪里？你以为我会告诉你这个肮脏的异教徒吗？哦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也没必要留着你了。留着一个没用的人，实在是一种犯罪啊！没有杀。等等，我说。伯爵大人去南边的沉默之洞了。沉默之洞吗？知道了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料想你也不会说谎吧？当然，怎么可以放过我了吧？你不是说我是肮脏的异教徒吗？你觉得我会放过你吗？好可怜啊！有什么话就倒一滴血说吧。再生药水。
对啊，所以它是什么？技能图？等一下，它是怎么用的？16秒内增加生命值，恢复2520，魔法恢复27，好像蛮强的。这个不是都有了吗？它为什么在闪？我们拿到好多东西哦。所以现在是要干嘛？他们都死了，所以应该是……哎呦，杀一下！他才 OV1 而已。哦，我在干嘛？没按到吧？他那剑其实蛮小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他好像有点强哎。奇怪，为什么杀他杀那么久？哎，上面这是铁指环。这边应该没东西了吧？那我们就到这边走吧。什么声音？好像听到有人在说话。哈哈哈，真是可笑啊！你以为躲进洞里就能逃过我们这集？太天真了。他们还不知道自己走进死胡同了吗？哇哈哈！全体准备，进洞搜索。记住，不管发生什么事，都要抓活的，别给我弄死了。哼。切，到底谁死还不一定呢。所以功能表进了啊！等一下，你怎么突然出现？我在看的是人家这边。功能表进度能怎样？进度栏完全没看到，这边好多东西哦。先保存好了。好了，差不多，我们今天时光就是差不多到这边了吧。大家觉得这好玩吗？我是觉得，还蛮有意思的，就是手机游戏能做成这样，就觉得还不错，能写的吗？好啦，那我们下集再见吧，拜拜。